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Selina娜任嘉萱，在我身边今天陪我一起运动的好朋友是纳豆。耶、yeah, ，大家好，我是纳豆耶。嗨、yeah, ，运动耶， yeah, 我最喜欢运动了。超没有说服力的，你凭什么喜欢运动？你运动在哪？哎、欸，我骑脚踏车环岛的人。哎、欸，对啦，你骑脚踏车是真的还不错。而且我让我人生第一次运动，其实是你带我去运动的。这是我们一起主持节目吗？对，我一直以为跟你运动会认识到 Hebe， 就也没有。今天最重要的是，因为过年期间大家都会大吃大喝啊，对，所以我们就来示范几组运动。哦，那我是教我们开运怎么样过年赌博会赢钱。今天我们有带的那个就是准备的就是一个瑜伽球。嗯，那我觉得这个动作其实不需要瑜伽球，大家也可以做。就是你要有一点这样子往，不用球对不对？先不要，然后你就这样斜躺就好了。就还好。那你不要驼背。哎呦哎，你不要驼背，再下去一点。如果你觉得没有感觉，你就可以在下面一点点。太下面。哎，不是哎，会。哦，其实它蛮用力的，应该是宿便。有人宿便是这种腹肌形状吗？这就叫腹肌在用力，有没有感觉到？好，那我现在加重点难度，来拿着这个球。好，你就从左边。好，再到右。哇靠！我说你是。I don't like。你不要。这边超酸。可是你在左右的时候，你会练到什么？这两条是什么？穿刺纹。所以你练完这个呢，过年前之后，你就会有一个大肚子，上面有两道。我拿刀割会比较快一点。好了，计时30秒。来，来预备，开始。你要左边，在右边，然后你要感觉到你的背要挺的哦，让你的腹肌有没有在痛？在炸裂。几秒了？30秒了、啊，好酸哦，很酸，对不对？而且我感觉到我的宿便正在源源不绝的想要跑出来。我们现在球在这，然后我们就在这边平板，然后我们的球我推给你，你推给我，边平板边推球，来回30个哈，来开始，1、2、3，没有3了，慢慢走，要我怎么办？七，哎，这好累哦，2、3，好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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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靠，26，27，30，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就教你一个，你等一下呢就这样撑我们的平板，然后我们撑在球上，基本上这个很难，因为球会有点这样嘛，对，所以你就一定要 hold 住，然后呢我会踢你的球，然后你要把它稳住。你要踢我的什么球？这个球，我会踢瑜伽球。好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心疼，我心疼他，我心疼球。那你就麻烦你，然后我们就轮流，我们就轮流。好，那你先踢我。好，撑住了吗？你稳住了没？我超稳，超稳。好，来计时30秒，开始。哎、欸，稳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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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那么稳？hold住哦。抗衡他。hold住哦，几秒了？哎、欸，过半了，过半，加油！还有10秒。这么稳。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到了，到了。你洗点哪里？哪里？哎、啊，不能踢我脸，靠脸吃饭啊！不会，放心。号称健身大师的赛琳娜，我没有这样号称。30秒的攻击呢？太厉害了！哇塞！乱搞！够了！可以把 Hebe 叫出来了吗？我知道了，开玩笑，刚没有听，谢老师先来教导。哎、欸，他这个动作超级烧的，其实蛮。其实你也会烧的，对对对，踢的人跟被踢的都是舒服的。对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双向的运动，然后又蛮有趣的，但是还是要注意情感方面呢，不要因此而破坏。对对，因为我们两个是感情算是蛮艰深的，所以不会被这种小事情。谁跟你讲？好啊，那既然是过年，还是要那个讲一些吉祥话，或者是你讲一下你的2019年。2019年的希望，其实我觉得2019年对我来讲很重要，是我希望家人的身体可以健康，然后我希望在今年可以带我爸妈去就是国外玩，然后还有一个目标是我要把滑雪给正式的学起来，怎么样？这个就我跟你滑雪的核心很重要哦。当然，第三目标我希望就是说今年可以在就是 Space Cycle 这边呢好好的上课。这很重要啊，这太重要了，你只要好好上课，你肚子就会消了，就会消，然后就会好好的滑雪，然后好好滑雪，那可以带爸妈一起去玩，他们去泡汤啊什么的，这一连串愿望就会成真了。对对耶、yeah ！纳豆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因为他吃喝玩乐又很狂，然后他的样子你也知道，就是其实在医生的眼中都是非常的有三高的危险的，那我希望他可以多注意这一点，就是希望他是可以很健康的陪我一起吃喝玩乐一辈子。我很喜欢赛琳娜老师的一个教学，我很喜欢。怎么说呢？就让我有兴起一种进步的想要让自己变更好的心情。好不好，老师